包子菇，一株神奇的蘑菇，它能把僵尸变成各种蘑菇。Hello。狸草投手，一株恋爱脑类型的妹纸，它渴望僵尸爱上它。我爱你。两株很个性的兰卡植物，它们差距有多大？一到四阶谁更强？本期就来测评一番。如喜欢这个系列，就点赞支持一下。这对全职带娃的奶爸老庄非常重要，万分感谢。开始吧。他们职业都是远程输出，包子菇冷却五秒，恋爱脑冷却五秒，包子菇阳光150，恋爱脑阳光150，阳光都一致。本次铺满屏对决，接下来看看技能测评和实战成绩。兄弟们，左下方有个小手柄，点击就能直接下载或者进入植物大战僵尸2，非常方便。如果看到这里想玩这款游戏，直接点击即可哦。首先是一阶包子菇的基础能力，当。